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是我你们的好朋友西兰。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不要笑挑战。我知道你会说什么，西兰，你不是说你不做，是不是我做不下去？西兰，你不是说你不做不要笑挑战了吗？的确，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已经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视频主意了。然后今天是台风天 ，OK， 今天台风天，我还走过来，走到了我的工作室里面。所以不要骂我，如果你骂我的话，你没有良心，你是种族歧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不要笑挑战的素材是关于人的破音或者破声，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的挑战是不要笑，如果你笑的话，你也要和我硫酸泡掉。硫酸泡掉，各位真好笑，哈哈。今天外面的风真的很大，如果我等一下做的视频突然被风吹走了，你们知道是为什么 ？OK， 不要问我。哈哈，哇，看过这个。笑出声才算 ，OK。This is harder than I thought。这个比我想象中的难多了。You're here, I'm here. Let's do this. This. I want the booties.It's a good song. Once you're done, grab all that stuff,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I'm gonna go. Oh my. Alright, 刚刚算笑了是吧？我觉得我听到我自己笑了。你知道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惩罚。水杯，灯。哦，有点疼了。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Dirt. Nice save, man. Nice save. America. 我操，侮辱国歌了。Wow, that is bad. That is fucking bad. 我操，这个太糟糕！你在唱国歌哎？当然，那个算我笑了。OK， 键盘。操，真他妈小丑！我操。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啊，我是一个网小丑。Bruh, just like fucking end it, you know. 如果你破音到这种程度的话，就别做了，就停录，然后把这个视频删了。如果你在直播的话，把手机砸了，我操！ Baby. 这青春期是吧？青春期这样破音没有关系的 ，OK？ 青春期这个没有关系 ，All right？ 这个没有关系。我操，他来两次。他来了两次观众朋友，这个不一样了 ，OK， 一次还行，一次还在原料是吧？两次就青春期就可以停止了，你知道吗？你睾丸掉下去，他可以重新升上来了，结束了。All right， 别青春期了，回到儿童吧。发育够了，嗯，刚刚好。回到婴儿也可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应该自动说，哎，你知道吗？身体，我觉得我们 handle 不了这个青春期的荷尔蒙，我们应该回去。我操，He doesn't give a fuck, man. Now that is a Sigma male.我操，可达鸭 ，JB， is that real？ 好，那个破音可以得格莱美奖了。You know, guys, one thing that I have noticed is that, 一眼真。My voice cracks a lot, but you know,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you know, but 这个我也可以这样说话，这个不代表这个是真的，然后也不代表这个是好笑的。Get out of here, 我要看真的。Good. 有待提升，有待提升。All right， 刚刚那个算。我操！我怎么还有一个键盘呢 ？CTE 了，要 CTE 了。CTE 是一种进行性脑部疾病，据认为是由于反复打击头部和反复发作脑震荡引起的。你知道吗？做视频比打拳击还要危险。
这叫什么破音？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破音？是吧？也许是他的 artistic choice， 也许这首歌本来就是这么唱的。That doesn't count, man. His first boss in five and a half years. That is bad. His boss in five and a half years. Gaff Wood with a stunning return. 我操！他试了两次，结果都破音，辞职吧，别做了，这个生涯也结束了。我操 ，Life Leak。如果一个破音都能上 Life League， 那么这个破音肯定超级严重。还行还行啊，等一下，已经有人做过这一个视频了吗？哦、oh, ，What's up？What's up？ 我操，抄袭我，连开头都抄袭我，连麦克风都抄袭我，举报了，举报了，骚扰或欺凌，此内容骚扰到我了，和我用一样的麦克风抄袭我的主意，举报。我觉得我把最搞笑的都看完了，所以啊，也估计出不了第二集了，很难受，很想死。最近我会在我的 DNation 游戏上面也更新视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那么你错过了很多精彩的视频。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的话别忘点个顶。喜欢我的话，别忘点个订阅。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